小黄的金光回报拿回来。小黄这次真的完大了，趁着小杨哥去沈阳分公司开业，不仅和 Coco 直播间打架，还公然表示从此不卖小杨甄选。哎，不用卖小杨甄选，只卖小杨甄选，我一碗三百个豆肉啊，全吃九块九，二十九块九的，我九块九福利品次，从绿色皇城九元店一还不卖九块九呢。反骨的小黄越说越上火，脾气一上来，竟然被网友蛊惑，把小杨哥卖几百块的进口面膜改成地摊价上车，网友们纷纷下单，竟让小黄直接冲到带货总榜第一。这个应该在你直播间卖了将近十万单了，真的，它真的很救急，我发现了。对，因为它只需要敷五分钟，就只要你们毛孔大、缺水、发黄、上妆容易卡，它80%的问题就给你解决了，因为它就是给你补水的。跟你们说一个比较现实的，你们去美容院做完补水的套装，做完小气泡，是不是前两天、前三天皮肤状态非常好，三天之后感觉又恢复原样了？不就这玩意儿吗，兄弟们？你们去过韩国，你们都知道，但凡带美容液的都是原液，玻尿酸美容原液所浸泡的面膜，正儿八经的 2.0 的，韩国的啊，直接是原装进口的，这能买到进口的，又是打了美容液这三个字的，你放心去拍，这个玩意儿它绝对好使，当天这个妆给你补到牛的不行，水水分分的。GIK 很多明星都在用，它是整大片一袋式装的，因为它是玻尿酸美容原液，做到这样一个袋子里面更好让它吸收。打开之后呢，你不用了，你就马上把它合起来。正常如果你单片单片去买，你要拿这个价格680的价格划不下来。两大袋42片，69，上车，69块，对，42片。你真不爱呀，听着，你在腿上闭合不？你以为小杨哥真的疼爱小黄吗？一个视频告诉你谁才是疼爱小黄的人。当小杨哥测试产品时，眼看头盔就要砸到小黄，乔妹毫不犹豫地替小黄遮挡。而当小杨哥训斥小黄时，师傅，我也怕了，师傅。小杨嫂却第一时间站出来指责小杨哥，可就在小黄20岁生日时，平日里对他照顾有加的人却一个也没有出现，本应该热闹无比的直播间就只有姐姐陪伴他。在网友们给小黄送上祝福时，小黄却完全心不在焉，眼神时不时地望向门口，也许是在期待迟迟未到的小杨哥。可每当看到门口空无一人时，小黄的表情渐渐变得失落。但就在此时，七老板却出现了。生日快乐。哇，这是多少度？50是吧？对。戚老板的到来也让小黄高兴了不少，而就在带货完抗皱紧致刺袍后，戚老板也离开了，小黄再次情绪崩溃。可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却让小黄终生难忘。来，先生，抗皱紧致，你松了、垮了、垂了，有抬头纹、法令纹、鱼尾纹、嘴角纹、穿刺纹，以及各种各样纹纹路路的，也全部可以去用。这一个就是高浓度的爱丽酵母，复配了六大科学的专利成分，又额外复配了伊克多因，就随便一个成分拎出来都是顶顶尖的，都是很扛打的成分。MOTO 权威检测机构 Betty 黑字红章，二裂酵母抗皱紧致蛋白精华也具有一定的抗皱紧致功效。就是普通的护肤品啊，你可以这样理解，它给你的脸灌汤灌水，它是直接给你灌燕窝，哪怕你的脸是被大牌怼大的，你也挑不出它毛病来。但我跟大家说，这个产品200多万单真不是吹出来的，它的复购率是高达 93.23%， 它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，尤其在美妆里面。短期内卖的好你可以质疑，你觉得品牌方会做营销会打广告，但是如果一个产品长期之内卖的好，综合市场满意度都贼高的话，它肯定是有真本事的，很好用，你们相信我啊！我说我闺蜜什么你们也不一定认识的，大杨嫂、小杨嫂大家都知道，对不对？我小助理来过来看一下脸，你看现在，你看虽然说没有那什么大问题了，四抛一次一抛，本身它的活性比普通的精华都要高。孕妈妈、哺乳期、油痘肌、干敏皮、特殊肤质，通通适用。这5支拿回去试用，不满意剩下的全额退，169，到手90支，可以用90天。哇，红绿灯的黄，生日快乐！哎，兄弟们，我今天去太和鞋都踩掉了，赶回来的。那么你觉得谁才是最疼爱小黄的人呢？也许这就是大杨哥宠爱小黄的原因吧。小黄，你给你的身材打几分？11分啊。满分几分？10%。买多一分了，人家钱多跳，你看我。多涂一块，多打一分。自信，可以的啊，女生一定要自信。就在带货一只鱼抗菌袜时，小黄对大杨嫂的举动，更是让网友们明白了，大杨哥没有白疼他。真不臭，真不臭。就穿6天，对，穿6天臭了，直接推着一只袜子穿6天，对，穿6天。一只鱼的抗菌防臭袜，洗涤100次之后，它的抗菌还能达到90%多，非常香，你一闻到就一股中药那种香。今天宝强哥来了，这个也是他代言的。平时经常运动，经常出汗，抗菌防臭，而且它不易变形，它就是做到防臭，有效除臭，这都有报告的。一盒7双，包邮，还可以试穿一双。试穿价好吗？79.9一盒，49.7啊！宝强哥代言的袜子就是猛啊！嫂子，来试一下啊！我不想试，试一下，我真不想。好，你来试一下，来。小黄，试一下啊！其实大杨哥对小黄的喜爱并不输给小杨哥。当小杨哥想让小黄逗大家开心时，你这样，给他们看看你的高跟鞋。看我的高跟鞋。好，你看看你的高跟鞋是吧？却没想到，因此小黄被有些人嘲笑肚子大，小黄的不愉快，大杨哥都看在眼里。随后在带货保暖内衣套装时，大杨哥的一句话不仅展现了他的高情商，也让小黄倍感温暖。三洋的保暖内衣
后款的，冬天的后款，那就是高科动的。这款保暖内衣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在人体要特别注重保暖的部位，额外设计了保暖贴片，肩部和腰部，男女款都有。女款特别增加了腹部贴片，贴心的设计让女生在特殊时期也能舒服一些。这个是保温的保温贴贴片贴片。来看一下，我给你看，我先拉一下，我给你。啊，拉出来看回弹好不好？回弹，来回弹，回弹，这么不 OK？ 这是三洋品牌，真的，它是真的非常好。你就19.9，这上身很有型，而且它领口的就是很贴合，就不容易进风，穿起来真的非常舒服，很贴。这个可以拍，这对。小王，你给你的身材打几分？11分啊。你买多一分了？人家显凸后翘，你看我。哦，还多涂一块，啊、多涂一块，多涂一块，打一块，啊，会显得可以的啊，自信，女生一定要自信。你媳妇，我如果给你买20内裤，你会把我怎么样？想接着看。大洋哥带货大洋嫂同款朵朵棉内裤时，一口虎狼之词让大洋嫂面露难色。而就在带货结束后，小洋哥的一个问题更是让大洋嫂气得差点动起了手。杜蕾斯，不是杜蕾斯，我只能看着蕾丝，我也看不见杜蕾斯。朵朵棉的蕾丝缎面抑菌女士内裤，来一斤报告看一下啊，是可以抑菌的，多保安呀，多清爽。哎，媳妇，你穿的什么感觉？舒适。这是你媳妇穿过的？对呀、啊，我带给我媳妇穿的。你是穿着内裤舒服还是反正我？哦，重点是这个底裆，巨酸的。它是号称什么？不用任何的洗衣液，用清水就可以。这个火龙果。你不用水，我就直接冲你了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，非常牛逼。来，穿着到它，它就是会吸吸的同时，也会更加的干爽。啊，这有5条，是不是得个10层啊？嗯，对。看哦，透气，瞬间就冒出来了，哦、这透气效果非常好。包装是属于食品级别的，这个包装啊，胶囊状，哎，方便携带。平常买一条多少钱？5个小丸子，这一盒是299。6条，7条，8条，8条，69.9，上台了。好的，这老妹一上来，刚才我哥，哪有？我是让图抬了一下而已。老妹刚才手上戴的表是什么颜色的？没戴表。不是，你是盯着人家那个袜子看了，我。这红的人奶罩没了啊！不是，知道抠门的大洋哥喜欢顺样品，小黄贴心的为大洋哥准备了包包。这个包，这个包很可爱，贴心。你装进去，装，你装进去。师傅，你看这个鞋，这好，这很漂亮，很可爱。还有 Hello Kitty、新黛露、玉桂狗，你们要的这个鞋，小黄给你们价格打下来了。我跟你说，师傅，这个很好，这个冬天能穿，夏天能穿，这个可以拆卸，哦，弄脏的可以拆出来洗。哦，夏天可以当那个凉鞋，它那个毛特别软，脚感也特别舒服。好，哎，一买一回，今天是黑的，明天是红的，哎，两天不同样。对，而且它手感很舒适，很柔软，你光脚穿都很舒适，它那个毛特别细。啊，带货跟它是增高的，你看，你穿上去都不用，你都可以穿出门的。日常价，他们旗舰店自己店播49.8，49.8上车了。真值啊，真的可以拍一下。正版30.6，天气一下就转凉了。是的，大家拖鞋买大一码啊，你买你平常穿38的鞋子就买39到40的啊。